成宝蓝色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会换色。好，那屁股会开花的是公的，那翅膀呢？有背面有一个大白点的，这是小体斑。我们有四种，可以教你看。然后屁股它本身会开花的时候呢，要什么时候？就是受惊吓的时候它会开花，还有它要交女朋友的时候它也会开花。所以这是它的毛笔器，也就是它的性器官。好，睡觉，然后阿姨叫它起床哦，一、二、三。